组合练习七。组合练习七中突出了旋子扫刀的基本动作。在这一组刀法中，应该先练习旋子及其扫刀的基本动作，拆开练习。当熟练掌握旋子动作以后，再配合扫刀的练习。开始扫刀时，可以先徒手练习，或者用一根小木棍代替刀。在掌握了基本技巧以后，再持刀练习。在旋子扫刀时，注意在空中时，刀要向空中斜推。推刀与摆腿要上下配合协调一致。组合练习八，组合练习八中突出了腿法与刀法的配合，有弹腿和劈叉两种腿法。弹腿与推刀以及劈叉三个动作之间的衔接，注意保持一致性。在劈叉时，注意刀收于胯前。组合练习九，组合练习九突出了外摆腿接弓步长刀的动作。长刀也是朴刀中一种主要技法。长刀从攻防含义来讲，主要使刀藏于背后，使敌方不易发觉我手中的兵器。背后背刀时，注意使刀柄架于肩上，使刀贴于背，贴于臂上。组合练习十，组合练习十中突出了劈刀及推刀的基本技法。两刀的连接要求紧凑，不可间断。最后推刀时与弓步要上下配合，步到刀也到。
在普刀中，握刀的方法非常重要，一般都要求虎口对准刀背。组合练习十一，组合十一中突出了退步中间的绞缠刀法。这组动作中，注意使腰带动刀绞转。绞刀时主要是用于拨开对方攻击的器械，同时粘住对方的器械。绞刀过程中注意以腰带刀，组合练习十二，组合十二中突出了一组原地的挂皮刀。原地挂皮刀时，注意以右脚掌为轴，原地旋转。在实际挂刀中，要求刀背与来的攻击的器械呈45度角挂劈，防止两器械直角碰撞。挂劈时注意以身带刀，刀身相合。组合练习十三，在组合十三中突出了行步以后的腾空回身劈刀。在行步中注意跑动的路线要弧形，回身劈刀时注意转腰发力，使力达于刀刃。在现代的普刀练习中，常常增加了许多腾空性的刀法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可以不必追求腾空性的刀法，先练好刀的基本动作，然后逐渐根据自己练习情况增加练习难度。
合练习十次。组合练习十四中突出了一组平庸刀、平斩刀及弓步掰刀。掰刀也是一组防守性的刀法，通过掰刀使刀身横架于自己肩背上，有防止对方